结束了，谢谢谢谢。谢谢。是许杏华的朋友。许或姓何的，姓许姓何的朋友，姓许或姓何的，有没有姓许姓何的？有没有姓许或姓何？有没有姓许或姓何？有没有姓许或姓何？许或姓何的？有姓许或姓何的吗？李总，许，这不是什么证，不是什么什么证，有名字的证件借我们一下。有没有姓何？快快快，谢谢。我们现在插手没找到，赶快请回来。插河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求求你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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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拍一下，拍一下。好，继续，继续，好。耶耶，你拍一个，三三三，甩到三五队一个，甩到三队。等一下，关键的一，让开，让开，让开。现在我们在这。一啦一啦，命运就好。三啦三啦，人生麻辣鸭血直接。怎么样都还要最快都还有两步。好啊好啊，来，不要二拜哥。为什么一直跟错？是怎样？怎么了？先谢谢纳豆哥，对，净胜的三，不是他塞的，是纳豆哥，他不是水雨，你是 Lucky Star， 神之手，神之手，那我们亲一个，没有，不要这样，那让我一亲的，没关系，先不要，哇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害羞？我害怕，天伦你强啊，没有，我们就输了，没关系，我们有做综艺啊，对啊，节目要是消失了，不是输了。就算赢100分，他们那种这样叽叽喳喳也还是会被剪掉，就算赢了有什么用？剪掉观众没有播放的那个分量。哎，你已经喜欢这卖票？对啊，我是顾客。对啊，怎么样？我们退票？可以啊，没有规定不能另外的。我们请你好不好？谢谢。我们请你。我才多少钱？你可不可以不要防备心这么重？对啊。防备心那么重，没有，我们想要，我自己想要多吃不行哦。鸭血还没吃，我们鸭血还没吃，我自己要多吃不行哦。对，两千块，快，鸭血又来这。好了，很辣。我经纪人说他很会吃辣，经纪人，没办法，快点，我们的经纪人，拜托。来，是你表现的时候了。来，最美就在这时候。不要再吃鸭血了，大家来吃鸭血了，快点。挡住他们，快点，演了，我看到你们在演。谁跟你们演？哎，快点，他都演了，都几岁？十岁，没有总结。你不要这样问啦，怎么样？我也是演戏的。哎，在干嘛？他们是在走，他走，他走。哎，老板，好像逼问他们的工作人员。哎，老板，你是要冰块哦？好，你现在在哪一关？假，我们在那边。哪一关？那边的。你讲，你们是不是结束了？没有，你们现在在哪一关？那你们现在在哪一关？完了，我们现在在鸭血，你不要在一边威胁我们工作人员。他们要喝完，他不要。如果今天赢的话，我觉得喝完不太没用，他不要了啦，鸭血蛋。哎，快点，真的是，他带，你回去再吃。哎，我下了，老大，来，东西放下。找到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闪一啊！哎，不要，等一下，我们带着走，他们走，傻儿子，来，傻儿子还没来，傻儿子快点，哇哇，快点，三二。
输了吗？骗人，有点晶晶啊。我觉得他们是骗人，他们早就玩完了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，怎么有种这种感觉？因为大豆刚看我们走，他讲，哎，上手，哎，两分两分，演得很假。对，他们跟你在一起啊。哎，要跟他们对一下，我们拍完了。我们平常都在培养好的默契，不要看我们都在斗嘴，其实我们是好姐妹。他刚在塞路人那个吃东西的时候，我很怕他被打。他是直接过去，然后人家还牵着他女朋友，他直接把人家手拨开，然后塞到他嘴巴，然后他男朋友就。哎，我们现在到底要跟谁确认我们的输赢？到底是怎样？对啊，对啊。没有去看那个桌拍照时间了。对啊，你们拍哦，拍了。真假？是要跟他们耍一下啊？我这样子蛮有结合的，对吧？快点，没那么早就拍了。哎呀，我现在好累。还有，你刚刚是吃饱放空吗？对，没有啊。你们的照片拿出来，我们看啊。狂空哎，超空的。没来，我们发现今天他们比较少的。好，这样的。哎，其实我们在二十分钟前就赢了。我们赢了，然后再陪你们玩一玩而已。绝对不是啊。你们在吃麻辣鸭血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等一下，刚胜文骗人，所以你要好好对胜文刚骗人，来胜文，我们胜文，因为我们刚刚必须要确认，这是我们拍完照之后，然后要看到底是谁赌谁，我们要至少要知道嘛。对，所以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呢，确认确认一下，说到底现在是谁赌谁赢。那但是呢，我们还刚刚再三确认，我们这个工作人员胜文确认说，哦，真的是我们赢吗？他说对，你们赢，真的。我没有说你们赢啊，他说他们家吃，大家在吃，然后鸭血啊，这个就是吃饭后甜点啊。对，我们输还赢。等一下，你们闭嘴，我们工作，我们跟工作人员跟你们没关系。快点讲完，你快讲，我讲好。是我们工作人员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你的通告今天通告。这一个以新闻的差距输给了纳豆队，真的是非常的残念啦。不过再怎么跟工作人员凹下去，还是改变不了结果。就请司令队面对现实吧，快回来，残酷的惩罚即将登场。